欢迎真的，我们这直播间人这老些，我这后台都有，我看一眼啊。一共下载的人115个，敌军还有30，一共下载的人只有100个。碾碎他们！平时这猴哥那猴哥的，一到下载的时候，直播间就100个人，115个人，清清楚楚。后台下载115个人，哪怕你上个200呢？全军出击！哦，青钢影打一把，不太好杀呀，青钢影。先打了一手骸骨，看他一击学的啥。这居然没抓着，他死了。他先把盾打了，塔下是必死的。这波兵要清快，直接掉二级，直接越剑圣二级越塔，虚区可太高了。直接跑，谢谢。我要看35杀剑圣吗？感谢这个兄弟的飞机啊，谢谢谢谢。我将为你指路。皮鞋配长剑，出门。上马的吸血鬼吧！哎，不是，这维恩没玩那哨兵啊，影哨啊，你没玩，你给我呀！这是假象，小可爱，真可爱。跑得有点快，可以击穿顽石。信哥，咱可能有眼儿在里头。不要被骄傲遮蔽。卡住他。闪现卡他，让他把闪交了。他闪稍微交慢一点儿，他都死了。物质与肉身无极不老，在我内心延续。An ally has been slain.我拿跑，我有皮鞋，你有吗？剑刃与肉身，吃个塔皮，永远都怀着一颗学徒的心。
没有骸骨是吧？哎呀，我砸死了！没有骸骨，这波塔下就杀他，我也就150块钱。小地图管，早说呀！我们开始吧。我们血钻，我寻思我放个 W， 重置一下普攻把他杀了。我走不了，我如果没有说是用 Q 躲防御塔的话，我是必死的，我走不掉。形势先于蛮力。我们这边一方面让他值点钱，另一方面不让他吃。高原血统，算了，饶他一命。来人了是吗？可恶的妖精！窍门就是脑子机灵，手脚麻利。为什么不早点？你早点他能跟打了吗？你早点他不早义了吗？是最强大的。青钢人没交易，你上哪放啥去？不是都会玩游戏不？这都机会只会眷顾等待的人。集中起来的意识可以击穿顽石。对不起啊，我有点暴躁。你会玩游戏，你看我直播干嘛？对不对？不会玩才来看直播的，我的问题。我将为你指路。这将会是一个惨痛的教训。能问出这种问题来，说明就是不会玩。会玩的话就问不出来了，可以原谅。要通过耐心测试。无极之道在我内心延续。这个吸血鬼跟萨满的吸血鬼不是一个人吗？死定了，青钢影搁左边呢。哎，没有啊。没事，我们把焦月杀了，先把跳弹给他打了。嗯，不要被骄傲遮蔽了双眼。啊？人呢？消失了。回家了他。这焦月怎么连个装备都没有啊？回家先把装备整顿一下。哎，这人上哪去了？刚才呀，这没有看见，他从这边绕到这儿的吗？蛤蟆不打。Shut down。这什么意思呢？看见了，是看见了吗？我没看见啊，啥点看见呢？没瞅着他呀。
他从我的眼上走过去呢，我咋没瞅着呢？我真没看见。看见了不告诉我。真正的大师永远都怀着一颗学徒的心。大师这给我杠杠毙了，这给我连杠杠两波。哎呀，这将会是一个惨痛的教训。一万一，不一万一的话，我们也得死。把这俩卖了，来个德克萨斯木印。他回去了 ，nice。对面下路哪去了？我回上路吧。哎，其实我不想回上路。拆中塔，我回上路的话，我也只能守塔，我也吃不到钱。我不守，我在中路吃钱。妖精死完了都，而且马上都没塔皮了，赶紧吃。能吃多少吃多少。赶紧给他吃完。人呢？将为你指路。青钢影，我估计回家了。我们出来再收一波。没回家。念个经。他不回家，我回家。我很希望有谁能过来帮我赶赶他一波。赵信。他有没有传送？他好像没传送，他没有传送，我们也不着急。这波很有可能皎月就在上路啊，那皎月在下路没出现，很有可能就在上呢。看什么？形势刀越快，火越快，但他俩应该不敢强杀我。想要离开，得先申请。快跑！救救！念经没念出来，我靠！无计后患。
你去有点高啊。哎呀，别打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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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别打了，来个八七五。念出来感觉死不了，你知道吧？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没念出来，我摁了，是卡了还是说就是念出来死了，咱也不知道。皎月等级好高啊，11级。跑啥呀？后面不有吸血鬼吗？这有什么好跑？打个红，马上我们直接无敌。去中路升个11，吃经验。扫一下，这露露挺烦的。高原血统，先把塔拔了，完了，给我踹死了。这个是真的，不行就拿25呗，多大点事儿。念经呢？念经有个屁用？他真是的。任何事情都要以分为二，由我来。哎，干啥呢？你逃避我将你。信哥挺能送啊。机会来了。别打了吧！别打了！别打！打不过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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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过了，打不过了，游戏。哎呀！你们就非得打？你给点多少个信号说打不过了就不听，就非得干？要被骄傲遮蔽了双眼。形势先于蛮力。拦不住啊，打个峡谷子。打个峡谷吧，打个峡谷吧。这有蓝帽，打个峡谷再推中，岂不美哉？嗯。高原血统，来一刀！哪个是真的？无所谓了，咱就不上了啊！后边青钢影，先干青钢影。好勾个屁！收不着，算了。我将你无处可逃。一刀，两刀，三刀。
闪现了吗？闪现了。被禁锢了不让右键吗？我记得被禁锢了也能按人啊。屏幕没拉出去，这属于正常现象，这属于操作不够了。没有关系，我们还是无敌的。我这装备已经相当好了。别打了，那维恩没在呢。不要被骄傲，不行，给了吧，不要了，不要了，不要了。错过了吗？不行，咱就大了。无极之道在我内心延续。跟我来，维恩。你打这个下来。再把大龙拿了，先把这个300块先给他拿下，先给对面来个大龙，来个团灭，把上塔推了。干的高原血统，我操，这皎月这么狠，我单砍砍不过他。哎呦，这是什么怪物？一个屁我一吸地了，一下一件先清鱼儿也行。给我来一波收割，先杀露露，再杀这皎月，挖抓 Q， 喷他 Q， 不好意思。买那么一只马斯特翼，我在念个经。确实得清鱼了，没有清鱼有点打不动。我将为你指路。高原血统。
船呢？这个小可爱太讨人厌了，简直是太讨人厌了。小龙，团战必须得先杀露露，再杀小黄毛，再杀青钢影，也可以先杀露露，再杀青钢影，再杀小黄毛。这俩人都有钉，千万不要把那抠叫钉上了，叫钉上了就够呛了。我们藏一会儿，别着急啊，随时先往下下。找机会先杀露露，找一下看有没有视野，没有，好。好，别着急，他们杀皎月咱不上，先杀这小可爱，就两刀。小黄毛子往哪跑？一刀，套点盐，人呢？妖精呢？怀疑是最强大的敌人。我是欺负辅助，你不把他杀了，他有控制。其他人都没硬控，就他有硬控，没有一刀，没有一刀把他砍了。